什么吗？刚刚接到一通电话。喂，好，我知道，马上到。拜 ，Go。因为白白有个人有需求，越大只越好刷。哦，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他不会说我太大，干扰。哎，不行，我现在不能讲，因为我的花费变很凶。哎，出我了啦！哦，差一点。这要怎么出？直接啊，打前面啊。对啊，直接抓出。出啦。这样出吗？会啊。啊，不行，我抓后面。抓，好高。顶住，对不对？顶到。可惜，因为爪子问题。您、嗯、直接下压不行吗？前面。不行。OK 的。哦。这是狗狗啊，可是它现在卡住。你是想出鱼吧？没有了，你不用那么后面，你可以靠近它。靠近他，再靠近他，再靠近。你没有，你没，你就抓不到，你就没甩浮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你只用这样子下就好了，因为你甩不出去啊。你没甩浮。你不用硬甩，你不会要顺着爪子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对不对？出货了，两周都没有出货、啊。这样子下就好了，现。哦，它相对位置是这样。没关系，再换就有了。有了。刚好那把已经到了。加油。然后嘞？哦，他去打什么？哦，扣下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多、哎、好、哎！今天是来有一个传说中30岁的男子，今天会进行浪漫的告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赶快许愿，许愿，中头彩一人分100万。可是等一下，第三个愿望说啊。第三个愿望是大家都可以中乐透。好。韩国人的手。突然定格，好不好？耶！耶！你有什么话想跟阿斌讲？女朋友对那么好，所以对人家好一点，跟之前那个差太多了。希望他越来越好。不好吗？就这样。老公，你有什么话想跟阿斌讲？阿斌哦，趁着年轻。快结婚生小孩，祝你生了一堆，然后他生出来的应该会很可爱，但就不正经哎这样子，然后每个都黑黑的，然后又不正经，感觉起来有没有像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像一只很大只的黑色狼狗，带着很多只小只的黑色狼狗一起们溜啊溜溜啊溜，祝阿斌生日快乐，然后明年要结婚。我认识他应该2年多吧。今天是你帮他准备的生日企划就对了，你花了多少钱？花多少？应该是说我们两个一起花。你们俩一起花的、啊？对，5-6千吧。哇，好用心哦。其实这一次是因为他30岁生日，然后也是跨下一个人生阶段。然后我是希望说，其实后面不管他怎样，就是
都会有我在弹歌。今天心情很 surprise。真的假的？你真的很 surprise 吗？对，超开心的 ，happy。啊，偷偷问你一个秘密。哎，你说，明年会结婚吗？就是看他自己怎么去想，要求婚还是怎样，就看他自己咯。有计划，真的好，恭喜耶！谢谢。他很期待哦。我超期待的。你也很期待哦。我超期待，我还在规划说要怎么样的去迈向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。好，加油，谢谢。啊，这个啦，这个。然后刚才就会转手，终于可以理解到二手不快的那种感觉了吗？有，抓太多。啊！抓几下让它多转嘛。我好像对他没辙哎。有，哎靠！还想多抓几下。有了。重要。没弄进去。你要不要先把这个压下来，会吗？压下来，什么这个、啊？这样子下把它压下来，它是有道理的。方先帮我打。你不是要补自己画面吗？死胖子。对，挡住啊。勾起来就倒下去，它就输了。可是现在没办法下转了。好。好，有了。打下去，打下去打。可是那你这样子要打哪里？你这个。没有啊，逆推压下来都可以。逆推哦，那就是只能挡那一小角而已。终于哇！还在发布宅，补画面，补画面。画面只能补这个画面了。把它放在你的脸旁边好。干嘛打开？是啊，它就刚好可以开。看一下这里面到底什么。啊？这个吗？就这样而已吗？打火机耶。就这样吗？不是公仔吗？我以为是公仔。打开，然后这样子。就打火机啊，就这样，里面空空的。这盒子好大。没有了，天哪！原来是个打火机。我打哪？一样啊，你刚刚不是一爪顶下去收两爪吗？丢出来，要幅度哦。啊，差一点。这个我也看到出来。对，对。啊，没有哎，卡住了。因为它很重啊。我想说，把放在那边卡住的。你干脆先直上直下啊！直上直下吗？对啊。你现在松掉了。你再甩吧。那你也没有很大甩，刚好没有包过去。啊，二收。没收。差一点。哎。二收无力感吗？啊！你那个幅度其实基本上好像是不够出货。没有，因为想丢在他的前面。那你要斜斜的拐过来。哦，你只差一点点。哦，有了，终于。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杯子啊，可能这个保温杯那一类的，吃饭用的。Food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这是我的独享餐。你晚上吃那么多虾子要干嘛？我不能告诉你，别人才叫我吃的啦，谁知道他要叫我干嘛？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这样子。这是刚刚的邓丽。哎，你那边，因为他身边有那一盒啊。对啊，所以你要慢慢勾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你好有耐心哎。嗯。要不然你要怎么办？我看可不可以投到300块，然后台子就直接给我。白痴，好智障。他刚刚说的啊。我要你出货。台子不是啦，我要你出，我要剪影片呐。
阿祖说有三百块，三百块就可以了。不是啊，还你出货啊？阿祖说的啊。啊，他没收转六块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想说可以积到三百块啊，对不对？好好笑哦。出货了啦！我卡洞，卡洞，卡洞，卡洞啊！来哦。